比赛一会开始了，他还在睡呢。喂，老师，醒醒，别睡了。卧槽，谁打我一巴掌？肯定是你小子。尼玛，还打？你睡得跟死猪一样，忘了吗？我们昨天报名参加赛车。什么赛车？秋名山车神的比赛啊，要从旁边这个山路一直开到对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获胜者可是能获得大力神杯的，你还不抓紧？我懂了，我现在就去参加比赛，你小子等着被我甩到身后吧。等等，不能从那里过去，不好，他踩到陷阱了。谁让他不听我劝，这里三条路都是陷阱，正确的路在旁边这个小道里，我们不用着急比赛，因为路上布满了我做的陷阱，先过去给小葵打个招呼。阿维，一定要加油。放心吧，我志在必得，这就是比赛的道路了，这边有我放的岩浆陷阱，旁边有隐形墙，咱们在这里玩会游戏。刚才大意了，没想到那里有陷阱，哪个王八蛋这么缺德啊，我们赶紧从旁边过去吧，跑快一点，阿威肯定已经出发了，这里不会也有。卧槽，什么大白天的怎么会打雷呢，差点给我衣服都劈开了，这次试试右边，我就不信了，这么大的一条路，难不成不好，我踩到什么，尼玛，早就该发现旁边还有一条小路的，陷阱肯定是阿威做的，抓住他一定要揍他，先问问旁边的小葵，臭娘们，你见过阿威没，快参加比赛去吧，别墨迹了。可恶，不好意思，武器没收了。六，算你狠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旁边这公路肯定是比赛用的。老师好像过来了。臭小子，我来了。有本事你过来啊。这么大的岩浆陷阱当我瞎吗，我随随便便就可以跳过去。让你装，不等他了，我赶紧骑上车去终点吧，这里有两辆车，随便骑一辆吧，不过在骑的时候要小心点，前面也有陷阱，第一个要从旁边绕过去，下面全是苦力怕，不小心掉下去会机会人亡的，第二个转弯口也有陷阱，不过这次不能从旁边过去，要直接开过去，第三个转弯口两边都是陷阱，我们把车停在这里不要了，从旁边跳过去，徒步走去终点吧。我早该发现中间可以跳过去的，那小子陷阱都坐公路上来了，这里还有一辆摩托，赶紧追过去，就算冠军不要了我也得抓住他。卧槽，等等， Hello， 妈妈呀，救命啊，刚才看到旁边还有一条小路，我们从这里绕过去就行了，没想到转弯口也有他的陷阱，那下一个估计也有，小心一点，这次直接从旁边过去。 OK，我放弃了，毁灭吧。